我是张仲景，我是蔡文姬，我是韩剧，我是李，我是马思。 戏剧覆盖一切。当您进入我们的戏剧幻城的那一瞬间，戏剧已经开始了。当你每一个空间、每一个坑间走下去，你出去的时候，戏还没完，没有结束，它在你心里继续演。